When did you get back from Beijing? I gotta know. Ooh, Molly, are you stuck in nostalgia like me?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当然今天的话很特别哦，今天是不一样的哦。今天我的分享，因为今天我的分享的话不是我个人哦，真的不是我的个人征战哦，是我队友哦，就是我的团友，也就是我们老鹰队团友的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分享在那个微信群里面哦，他们各自征战的那个视频，所以是相当精彩的。然而哦，由于最近还有新的兵种出现哦，所以我都筛选了那些就是有新的英雄或者新的兵种成分的那些征战视频，我把它筛选出来了，然后让大家看。所以这里的话，我觉得这一集的话，我就话少一些哦，我让你们看一下他们就是征战的画面哦，当然。他们都是大神级的打手哦，也就是说经验丰富哦，所以你可以从他们的打法当中学习一下，然后顺便哦也能够看看一下就是新兵种的那个属性，以及新兵种的那个防守时的那个有什么样的特效。所以这里的话，这里的话也稍等一下哦，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哦，哇，其实还蛮难抽的，我就跟你讲哦，虽然他只出了四种吧。就是三个英雄跟一个兵种，但是我跟你说，我抽的要死哦，我只抽到这个张良的话，我就看嘛，也许多一两天吧，给我多一两天的时间，我就要拿它来做一个就是分享视频哦。可是由于现在怎么说啊，现在我时间真的很忙哦，我担心会耽误啦，但大家就耐心等待吧，我一定会分享它哦。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紫月繁星哦，他有曾经有试过用它来做防守哦，我有去打了一下哦，我有发现到哦，他其实怎么说啊，对于那些很爱用陆军的人啊，他蛮占优势的哦，张良的话。可是怎么说啊，现在的人的话，他们绝对哦，就算他怎么用陆军好啊，他们都会带一组炮手，所以这个的话要有待研究哦，要看怎么样的方式哦，使用张良哦才是真正很好的方式哦。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所以这里的话也没有其他的特别咯。当然这个神策军的话，我只能说他妈的贵啊，我买不下手诶，真的买不下手哦，所以那个就稍等吧。当然这个的话，看傀儡军哦，我已经将它升级到11级了哦。傀儡军的话，等一下在视频里面哦，就是我后尾的视频你们也能看到哦，因为那个就是我们的紫月哦，他用它来防守，而且就是说他用它来防守的话，就是让我们哦，其实蛮谢谢他的哦，就让我们的队友团友哦，一个个的去尝试哦，所以真的哦，很感谢这个军团哦，就是我们的老鹰队，真要感谢哈哦，因为无论有什么新资讯呢、啊，还是有什么就是更新什么之类的话，他们将会收到第一手的消息，然后我也可以从他们当中啊，就是知道很多很多消息啊，还有游戏里面的那些问题。然后这里的话，哎，就不要再说了啦，相信你们应该很期待啊，就是大神们的精彩表演。所以这里的话也要谢谢你们的收看，大家拜拜。